太热了，所以那个太阳啊，直晒啊，然后直接晒到脸超痛，然后你们那边是西晒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在台上这件衣服有点太厚，所以吸不到空气。嗯，然后后来就唱一唱，找个空档，然后把衣服脱掉，好一点这样子，不美观啊！我在美国汉堡吃太多，所以你看起来是最近不瘦很多啊。然后那个汉堡还有肚子有突突的这样，还是我们要看一下？不要了。三年有脱哎、对啊，以前有，年轻的时候身材好，当然可以脱啊。对，现在这样。因为 Freddie 都有，他有在练的。他说他没练，他说他胖了。那个就是考第一名的都会说这种话，你也信？那你看到有些小妙的游戏，比如跳街舞啊，或什么山的，对，什么科什么山啊？对，雷神山。Lesson 3，差没差。嗯，我们家是没有，就是我们家所有人都没有手机里面都没有 TikTok， 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接触不到这个东西。对。那他如果就是学校有教这个，或同学在跳的话，其实他们应该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了，可是。回来就会讨论嘛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，那我就会跟他讲说，为什么我们家里就不使用这些东西，这样。嗯。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对，要拍这样。然后五六月不是要对啊？你不是要回演唱会？对啊。也是演唱会不就一天吗？对啊。是这样吗？松嘞，拍戏很密集耶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我这个角色没有很吃重。对，所以可能一个礼拜播了两天，拍可能几次，但是反正我们自己的那个日常都很规律了，练习时间也都很规律，都固定下来，所以拍戏会散，这样，所以我们的演唱会是在准备的节奏上，而且我们现在状态真的非常好。加入林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